威武少年包青天威服出巡啦！8月10日星期六早上11点，演员们齐齐亮相 KLCC 海外华文书市。下午2点，包公拉大队巡视吉隆坡五街免灯一带，并在下午3点现身吉隆坡金河广场，和你拍照留念。首场见面会于傍晚6点30分在吉隆坡成功时代广场底层中央隆重升堂。更多详情请浏览官网或关注八度空间官方面子书。